仙保佑。为配合《祖先保佑二》的播出，八频道特别在昌邑 City Point 主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，现场反应热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都没错过这个和偶像亲密接触的难得机会。粉丝们除了上台和艺人们合照留念，还获得了制作单位精心准备的幸运饼干，活动圆满成功。祖先保佑二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